我是小老师，陪你学中文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老师。今天我们来学习高阶中文词汇 HSK6 级，这是 List A 的词汇，我们一起学习吧。I他们挨过了最艰苦的时期。他们挨过了最艰苦的时期。I癌症。很多人因为得癌症去世了。很多人因为得癌症去世了。癌症。爱不释手。这个新玩具让我爱不释手。爱戴。张老师深受学生的爱戴。爱戴。安宁。小镇上的人过着安宁的生活。安宁。安详。
看起来非常安详。它看起来非常安详。安详，安详。安置，安置。政府暂时把无家可归的人安置在体育馆。政府暂时把无家可归的人安置在体育馆。安置，安置。按摩，按摩。他每周去按摩，他每周去按摩，按摩，按摩。暗示，暗示。我收到老师的暗示，找到了答案。我收到老师的暗示，找到了答案。暗示，暗示。案例，案例。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，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。案例，案例。昂贵，昂贵。那是他收到的最昂贵的礼物。那是他收到的最昂贵的礼物。昂贵，昂贵。凹凸，凹凸。我们沿着凹凸不平的小路走着，我们沿着凹凸不平的小路走着。凹凸，凹凸。凹，凹。我们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，我们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熬，
熬。熬和癌有相近的意思，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挨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奥秘，奥秘。这本书里藏着什么奥秘？这本书里藏着什么奥秘？奥秘，奥秘。这就是 HSK 6级的第一部分的词。我们下期再讲第二部分。这些词不多，一定可以把它学好的。我们一起学中文，谢谢你们。我是小老师，拜拜。